大家好，我是魏听。首先，许文琪两局不敌张北文，止步八强。首局开局，双方比分六平后，张北文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也是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张北文再打了一波10-7，也是1-14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双方比分九平后，张北文略微优势，也是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张北文接着打了一波10-4，也是1-13拿下比赛。